好像法轮功对我们社会的整个健康啊以及精神的信仰其实都有蛮大的作用。那祝法轮功能够继续推动顺畅，能够帮助更多人健康快乐啊，祝福法轮功，谢谢法轮功。啊，共产党在用打压宗教之由，那迫害法轮功，这个是全世界所无法接受的。所以我们来这里还是要，祝福法轮功哈，那他们的，教义可以带给人民更多的哦，这个人类更多的好良善的一部分，好，然后也谴责共产党哈，那迫害法轮功。那我觉得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个事情哈，这个我知道许多的法轮功的学员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就像历史上那一些被迫害的这个持不同意见的信仰者一样，那我觉得就这部分的话，只要坚持就会看到希望，然后我希望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保持一个这个坚强的信心，那我相信就是在这个人类从人类过去的历史以及说过去的经验可以显示是说这个拥有宗教自由跟宽容的精神这个一定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